今天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，机会特别难得啊！我们现场也有七八万观众，是七八万，这都少说了，这都少说了，对，这十几万观众啊！我们再有请现场所有的朋友们，用你们最热的掌声，再有请梁翘柏先生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《王菲的夜会》，有请。相信爱真有感情这回事。